挺好。待会儿我开枪带一个，打把狼，不是我打狼，游戏体验一般啊，因为打狼没什么好玩的，就好人这边身份一排，然后找个小女孩一刀，游戏就结束了，都可以不用发言，我上来可以隐假装自己很像一张小女孩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在井下吧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已经10:30了。大家明天都不用上学上班的吗？146，明天休息一天啊，明天不直播了，明天休息一天，因为这个礼拜播了蛮久的，然后后面还有比赛，所以明天休息一天，23播一下，4再休息一天，5就开始播比赛了。考研上岸4个月的假，真牛。哎，我不是预言家，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？后面的人麻烦说一下。不行，能看到一号的打字，然后没有听到一号的说话。如果说是一号是预言家的话，我就不争了，我就后期主动放弃你们两一号的，然后暂时没有更多的线索，先观望一下子。七号比赛基本上预言家牌啊，然后的话摸着这张一号牌，一张一号牌金水啊，不排除有隐狼的可能性啊，不排除隐狼的话，但是一号牌的这个发言的话，我觉得一号牌应该是张好人牌，因为他是我金水，先不去排隐狼的可能性啊。然后的话，这边的话，警徽流怎么去压？压警上的话，压这张四，压这张，有注意吧？压这张八，压八定七，然后压四警上的嘛，好，就这样。但他们都退了。听一下吧，他不要往下发言。哎，二号玩家被淘汰，又是一个女巫要稳一手的，女巫又想稳一手，二淘汰，不会游戏结束了吧？怎么这么多女巫不救人的呀？一天就倒了，那还我不是什么，还好。哎，那六号玩家。我知道一点，那就跟他们俩走吧，哎，没什么，那就这样吧。哎，自不自当，其实无所谓的，救一定要救啊。啊，我刚刚重看了一遍，一号发的原来是我不是预言家，我看成我是预言家。那么现在六号跳的是预言家，对吗？后面先预言家的话可以查一下我的身份，我是铁好，然后看一下后面人怎么说吧，没有什么主要信息，第一天嘛。一三我听不见你们说话呀，那他就是好像是伪预言家，我有点怀疑他，就是我自己猜的。上把就是，上把就是我是预言，然后他说他是预言，害得我被嘎了。我不怎么相信六号啊，就半信半疑吧，就这样子。这把这里是玩过很多把的鬼啊。这把不小心点到了人间征服了，然后七号不相信六号是预言家，其实你牌也有这个可能，就是对跳吧，你们两个对跳，如果六号说自己是预言家的话，有可能是隐狼，然后呢，这边律师在哪儿啊？这把先把律师票出去，包两个小女孩。怎么这发言都这么没有内容呢？这一轮是这样，因为女巫第一天没有救人嘛，所以说明天女巫一定会救人，是个平安夜。然后明天不知道那个狼人会不会开技能，可能也投不出去人，说去找那个律师投也行，但是已经到我们这个位置了，没有人跳律师，
你也找不到，所以七八再加上这个七去质疑这个六，那你什么身份去质疑这个六呢？你要是预言家，你是不是得跳呢？那没有人跳，那只能信这个六呀，对不对？你是个好人，你质疑不了，你质疑的话，你也得看，你也得找预言家在哪里嘛。前面几个都说过话了，除非找那个三，所以这局蛮难的。我就完全没有方向。现在玩女巫的为什么不捞人？我也想知道。女巫一定要救人。这个一的发言就像是个好人了。没有逻辑，律师不跳不用怕，对不对？女巫牌今天不用救我，守卫今天炖死我，守卫今天炖住我，今天炖住我，炖死我。女巫如果我倒牌的话，女巫不用救是吧？你守卫今天不炖，最后骂死你，对不对？守卫今天炖死我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这张单边玉了，你七号牌就质疑我，我不摸这张七，我去摸这张八，摸八定七九呀，摸八定七九，摸九的话不能定七八了，要摸九不能定七八了。不去盘边角，而且四号位四号这个发言我觉得他都不用验了，他不怕验呀，对不对？他不都不用验这张四号，是不是？我去摸这张八，然后定七九，我八定七九，不要去今天弃票的局，七号牌你质疑我，你拿出来身份跟我对打，又弃票，站起来跟我打，对不对？七号牌去质疑我，拿什么去质疑我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个弃票的局啊，不能出席，七号牌又不是张狼，又不是张发言击他的渔民，对不对？七号弃票弃票，我去压八定七，牛说个。怎么就弃票了呢？你觉得狼？哎呦，我真想自己是个狼啊！哎，第一天能出两个好人的，如果我第一天刀了一张好人牌，女巫没有救，预言家又说弃票，反手投出一张好人牌。你看这个三把这个七给投了，怎么能弃票呢？你怎么你也得归一张啊？三号话不说，怎么认为呢？就是说啊，三号他，大家都说弃票，你没弃，你就票我是吧？你是不是狼想把我票走？然后我的话是女巫啊，然后我开局没有救二号的原因就是我怕那个狼人刺刀啊。六号我怀疑是因为漂亮双药女巫出局，三反手一张票，你看，如果二是好人。那是不是走了两张好人牌？什么原因呢？女巫没救人，预言家说弃票。所以说你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其实挺好的。我不是说，就大家就从这个结果，就大家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女巫第一天一定要救人。预言家呢，其实他这预言家很难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任何信息，但你得归，你得归。要让我归的话呢，我当时不会归这张七，我可能会三五里面归。就你归到小女孩那也没办法，这谁让你们这边说话都划水呢？三倒了，三倒了的意思是这个三是个好人，然后他去投了一票，把女巫投出去了。那他是什么呢？这边只能是守卫，就要么二是真，二真是真自刀，要不然现在是什么呢？现在是一二三四六个人，三张狼人牌。现在我现在已经半点头脑也没有了，就先跟着预言家走吧。因为七这个女巫我是信的。挑三的吧，但是三是自刀吗？可能是吧，不知道了，我就先过了。六是悍跳，那我想请问一下预言家是谁呢？不会是这个三吧？没有人，我是律师。哦，我发言贴两张。抱歉啊。那么这边六号昨天晚上应该是塔了，我贴好了。那么今天五号。
五号他说自己是律师是吧？那这把先把五号票走，保证场上有两个小女孩，不然的话局势难定。现在场上还剩几匹狼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有可能还剩两，有可能剩两头，有可能只剩一头。是这样啊，因为这个局七走的时候任女巫我姓的，三的话他吃刀出去的，那没有女巫毒他，三也是好人，你不知道二什么身份。我觉得二会不会是一张真的是一张自刀狼呢？在我这边的狼坑的话，因为我听一像好人，五现在跳律师，八也说自己是个好人，我也是个好人，那么现在场上我觉得不，我能够认下来的好人之后还剩两张牌，一张六一张四，也就是说你只能认张三是一张预言家，然后六和四二这三张狼人牌。然后你们回忆一下这个二号玩家的发言，他出去的时候什么身份都没有认，然后让我们跟着这个六走，会不会六是那张悍跳，三才是预言家，因为你没有位置了。因为我听一八五全是好人嘛，那么你剩下的两张狼只有六和四了，要不然怎么办呢？那七不是女巫，七如果不是女，七是女，七不是女巫，昨天晚上就有平安夜。太激动了，是上了电视了是吧？九号是个真犯大事哎，我去。啊，然后的话，九号牌虽然说你是犯大事，但是今天你出局了，九号牌是个狼坑，九号牌今天必须出局。你告诉我三号，他如果三号是张预言家，为什么让井下不去跳呢？因为井下是没有人过对跳的时候。九号牌，今天你是狼坑，我给你们二四六，好吧，三张狼人牌。你无奈功力太强了，好吧。我在大帅接粉啊，但是大帅必须出局了，对不对？那一八里面要出张引狼牌，对不对？一八里面出张引狼，那不能告诉我九号最后一只狼，对不对？咱应该是剩两只狼的格局，因为三只狼的话，三只狼里面我什么直接起来拍刀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只能去出这张九，对不对？场上还有的话，然后两匹狼，九号牌犯大帅也得出局呀、啊。太激动了，关键是没有守卫了。今天归这张六了，归这张六。那归这张六就归这张六嘛，我先把这六投了。还好我是个猎人，我可以开枪把这六给带了的。不知道守卫还在不在啊？因为守卫还在，守卫还在顿住这个八。因为没有狼的位置，我只能定义这个六是一个悍跳。看一下吧，我也赌一把。哎，我发言啊，那个一号，你应该是守卫。如果是守卫的话呢，今天顿住这张八，然后呢，明天五八把这张四票了，因为没有位置了，所以说我才会去盘三是预言家，六四才是最后的狼，好吧？因为你要想，这个七是个真女巫，这个三吃刀他就一定是个好人走的，那狼在哪里呢？我听你一八全是好人，这个五认的是个律师，对不对？那除非五，要应该不会，我觉得四是最后那张狼，我觉得八不像，但应该还剩最后一狼，我这一枪开出去六定狼。六必定是狼，你们信我。有没有可能一是狼？一不太，一当不了狼，一那个发言做不了狼，一那个发言太正直了。八是狼，八我觉得也不太像，因为四只是挤出来的位置啊。一倒了，一是那个生死之间。没有，那就四八 PK。看一下，四还是八吧？我觉得四。这五还不说话的。
就是如果说五你真的是律师的话，那就是我跟八有问题。如果说是你要信九号的话你就投我，但是你要信我的话就把八票出去，因为八的发言他从开始到现在就很含糊。你拍身份呀。其他场上信息也不是很清楚。九把六带走我，但是我还是比较相信六是预言家的，因为没有别人在跳预言家了呀。然后就一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守卫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你看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反正我会票八，八估计也会票我，最后一票就在你手上了，你看谁顺眼投。没关系，警徽给了这个八，你看谁不顺眼投谁吧。这身份也不拍，你穿张身份呀，你随便穿，你穿个守卫嘛，你说我是守卫都好一点。大家记得你是狼人的话，你这个时候一定要穿一张身份牌。八掉线了，大哥你别呀，这时候掉线兄弟关键时候啊。哦不对，他不能穿守卫，他只能穿小女孩，这四只能穿自己小女孩。现在是一头狼还是两头狼？前面的都没听到，大帅有点惨。那这把票四吧，不好说自己是律师。大帅有点惨，我这一枪 carry 全场啊，如果四是最后一狼。看一下是不是游戏结束。哎，怎么直接跳出来了呀？郑立看到没有兄弟们。哎，二三四，二三四自刀啊，三是那张狼，六是预言家。不是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带六没有错的，只是呢我真没遇到过两个人两张狼自刀的。